哎，倩倩，嗯，最近怎么没看你男朋友来接你呢？我俩分手了。处的不是挺好吗？为啥分手啊？你能忍受得了一个人天天不洗脚就上床睡觉吗？那脚恶臭恶臭的，那脚趾甲都藏泥了，你能忍受得了吗？我忍受不了。对啊，我男朋友也忍受不了，我男朋友也忍受。嫁给我吧，嫁给我吧。对不起。凭什么选他呀？我哪里比他差？因为我比你年轻啊。年轻有什么用？再年轻早晚会老。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才华和智慧，有本事咱们比比智商。比呗。一斤西瓜1块钱，5斤西瓜多少钱？5块。嗯，一斤黄瓜4.5块，5斤6.5两多少钱？瞅我干啥呀？算呢，问你呢，多少钱呢？点个赞，关注一下吧。